然后我有一件事情哈，两件事情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一，然后考试我考试地点不在这里，对，所以我们会公布在网站上面公布。啊，第一个，因为我们平常的考试哈，礼拜一到礼拜这个第一次到第四次，那我们在考试，别人在上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安排其他的教室，不然照理说应该是，就是我们在这边上课，但是考试应该是那个在别的地方考试。但是因为中山大学都没有大的教室，中山大学哦教室不像这个台大，他们有那个什么两三百个人的教室，哦，所以我们的教室，这个尤其假如我们电机系不跟别人接的话，我们最大的教室就是。所以这一间只要是超过80个人的，就会在这一间上。那假如不在这一间，这个就要跟别的单位接。所以我们电机系事实上，这个要找大的教室不太可能。那平常的考试，我们没有办法提前，因为别人也在上课。那这次期末考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希望说。这个考试要能够梅花座，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大概后天的英文测验应该就是梅花座，不是梅花座就是统一考试。然后那个位置绝对不能像这种位置，啊，那个都特别一间教室，啊，因为你们在哪几间教室考我都知道啊，因为那个公文是我签的，啊，包括你们一个是。这个礼拜三考一次，然后下个礼拜三是英文30，下个礼拜，对，好，那然后我也知道你们好像是英文是礼拜二，所以你们是礼拜三要考那个，哦，因为那个中文我看到那个中文我首先不准，为什么不准？因为说哦，那这个礼拜考期末考，那不是少上了一个礼拜吗？哦，所以我是在中文上面批。说哎，那有没有少上一个礼拜啊？因为我们下个礼拜的期末考试，就后来外文系又答复说，这一个你们的课是礼拜二，啊，就是礼拜二的课，然后礼拜三考，就相当于就是说礼拜三的那个时间相当于下个礼拜的，啊，就这样说，因为我们现在学校都要求要上18周，我忘记要说你那么上要上到。这个期末考来说，啊，那这个啊，因为各位缴了钱了，就不需要对我们这个扣一扣两的扣一扣，啊，一个学期就变成上了10个礼拜，啊，那当然10个礼拜你会觉得也很高兴啊。我以前当学生也是最好放假越多越好，啊，但是你到后来发现放假多了啊，那个进度都赶不上，像我们这个学期的进度就。很赶，为什么很赶？因为我们有2个礼拜。事实上，我只上了16个礼拜，我没有上到18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我们是礼拜二才开始，啊，所以第一个礼拜不用上，不是我不想上，我已经来了，我二十几班来，哎，奇怪，怎么今天不上课？好，然后再来放了一次台风假，啊，那一次台风来就是礼拜一，其实我有了，我也不想不上课。所以我们放了2次，那2次是几个小时？是6个小时。啊，那6个小时你大概是可以早上的一张，至少一张，啊，可能一张半，1.5张。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东西比较赶，很赶就是这样。啊，好，那所以我们会安排2间教室，2间教室。那现在。这个系上的小姐正在安排，我们可能是2楼或3楼找2间隔音的教室，啊，那报告一下这边的事，不然我看各位啊，每次考试都好像发点名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子，这样，啊，然后考试也很机敏，为什么？因为你不敢乱瞄啊，乱瞄的话，就在说，哎，你怎么偷看？其实你没有在偷看的，你可能在做点球运动，啊，对不对？点球你要稍微一样转一转。啊，上下左右要转一转，转一转眼球会僵化，啊，那手也不能敢动，
大地方在隔壁。哦，所以这个我们平常是没有办法掌握其他的。那期末考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哦，期末考的话，每个礼拜都在考。哦，所以我们可以有了这个教室。好，那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第五次考试。第五次考试我们考遍，我上次跟刚报告各位报告过礼拜五，我们就会把它改过来。所以礼拜五就开放大家去看第五次的成绩啊，双方考卷，还有你去看学期的总结。我们那时候就是算啊，也不是我们算，电脑啊，电脑就是算啊。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五，也就是19号，我们就会把成绩报出去。啊，那为什么今年必须要挂？因为主要是今年我们又要负责那个学测，学测是21号、22号，啊，对不对？那我们学校是负责一个考场，所以雄中、雄岭还有新兴高中的三个考场。那以往这个跟我没关系，但是今年是有关系，所以我必须要去负责那些东西。所以大概19号以后，大概就没什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把19号啊，19号的时候都把这个放出来。好，那我希望各位就是最后这次考试，好好把握一下。啊，你千万不要，这个有同学可能前面四次考得好，其实我跟有些同学考得好，其实严格上面来，严格上讲，应该说多数的同学。哦，其实很多同学这个第五次都不用覆盖的，哦，你第五次不用考，还分数还高，不是只有低空练过，啊，就是各位真的是表现得不错，啊，所以有些同学其实第五次不用，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不考，啊，你这个成绩可以，应该是你的，可以拿高的你就要拿高，啊，所以假如你是以前面几次考好。我希望你不要说，哎呀，那我无所谓，啊，不要无所谓。我的意思不是鼓励你要看重成绩，而是说你既然做一件事情，要把它从头做到尾，啊，要把它从头做到尾，这样你就会很难做。啊，那假如说前面几次，可能考得还不是很顺利的话，希望你这次不要放弃。啊，我量统计了一下，大概有3位或4位，可能有一点危险。你看，我们那么多位同学啊，只有3位到4位，哦，可能会有那个情况。那我希望这几位同学要加油，哦。那，啊，这也就是我上次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不喜欢考学生。哦，这一次这些大家非常明显，让人家担心的事情比较少。啊，你看我们现在只有3位到4位，我们以往通常都是要10几位、20位。我们这一次已经解决到了三位学生，然后我们也没有放过给大家，我不会说事先泄题，对不对？或者多几题，我们不用这样，他这个可以解决。好，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你这学期过了，你以这种精神，我相信你以后在这里的这个二年级、3年级、4年级也会非常的顺利，啊，会觉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我希望就是那几位同学啊，这个要再加把劲啊。那假如你不知道说，哎，那我到底是我刚刚讲的，到底我是属于这个老师刚刚讲的第一部分还是第二部分？啊，找这个助教谁找到你？啊，你可以看我，啊，这种东西太简单了。礼拜五到8:14。哦，8:00、8:00一起，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非常多的人才。地点应该是9:00。礼拜，你说公布成绩吗？啊？公布成绩。对。9点可以吗？可以。9点。啊，9点就，所谓9点是早上9点，不是晚上。啊，早上9点，啊就可以去看。那。这一个
也可以看看你的这个成绩有没有打破啊，啊，然后看看这个成绩的算法。啊，我们每次都是打一个合理自己的算法，啊，甚至我们会比你自己算的还要大。为什么？因为有一次那个学长跟学姐收回去以后，又把有一些题目，啊，他们认为太严格的地方，我稍微再详细看一遍。啊，所以可能那时候发考卷的时候，啊，可能比如说你是七十，但是到后来可能你是七十二，啊，又有调过，啊，调过这个不是教的，就说哎，那个因为他们在改考卷，有时候会有一些是一个问题确实，啊，希望各位可以体谅，比如说我给他们的答案是九十六，对，那有些旁边写出三乘上二的五次方。啊，他结果他们看打叉，对不对？但是三乘二的五次方就是九十六，对不对？三乘三十二九十六，哦，那这个难免的，可能当时像有时候在改考卷呢，哦，可能刚好这个有点反瞌睡，或者甚至这个像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助教学长都很帅啊，然后学姐都很漂亮，对不对？所以可能一边打，哎，那哎呦，今天我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跟我讲什么话，所以稍微。哦，有点分神，这个都是这个人之常情啊。他说一下子没有看到说哦，是那个九十六，从九十六位一张没出来那么好，哦，都是很麻烦。啊，他说像这种问题，希望各位可以体谅啊。啊，但是你有问题的话，我来说啊，没问题。所以希望你在最后礼拜下个礼拜我们去看你的成绩或者考试的时候，哦，希望你是仔细一点。啊，你表示你对的，绝对不要客气。啊，不要啊，不好意思啊，啊，这个没有不好意思。啊，假如你跟我们要求的是不合理，那就不好意思。啊，那你可以不好意思。但是假如你要求的是合理，绝对不要失望。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对的，就是对的。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把这一章介绍完。啊，第九章介绍，那第九章呢，基本上有两部分，一部分是 PRA， 一部分就是少数制。啊，那 PRAB 是系统的工程师，然后呢，这一个 CSR， 这个是使用者自己写的部分，所以我们会介绍这两个工程师的架构，还有电脑这个 CPU 它怎样去执行这两种指令。好，然后介绍完了以后呢，我要介绍第十章。那第十章不考，好，我们下个礼拜不考。那我会举五个例子，让各位看看说，本来我是想介绍 C 程式，后来我想说你们，事实上你们要介绍的是 C 加加啊。那其实 C 跟 C 加加它的语法方面，啊，一般性的语法其实是差不多，啊。那除非我们介绍一些比较这个物件导向的东西，我觉得它的语法最好最好。啊，除了一些非常小的差别以外，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是 C 加加。但是事实上，它基本上就是 C， 除了一个输入跟输出的语法不太一样，所以我把它改成 C 加加。所以我会用五个例子介绍给各位，啊，说 C 加加的程式。看起来是怎么样？然后呢，我又把这五个 C 加加的程式，把它转换成 assembly， 所以让各位看看，就是说你用 assembly 型跟用 C 加加的高阶语言型，这个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那由你自己选，看你是要选 C 加加，还是你要选 assembly。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选 C 加加。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高阶语言会产生的。我不需要讲太多道理，让你看一下，啊，然后投票，对不对？看你觉得哪一个人哪一种你比较喜欢，那，啊，这就是为什么。假如你喜欢 C 加加，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介绍 C 加加的语言。啊，好，所以我们会在第十章介绍这五个例子，啊，给各位看。那你的生理会事实上你就可以把它抄写，我现在给你，所以电脑就可以执行你的 C 加加程式，就是这样子。
哦，先把它翻，翻成的圈圈规矩，然后这里，好。那我们这一章呢，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大概的报告过了，就是说它基本的就是这样。好，事实上一个这个电脑，它不需要有 PRAP， 也不需要这些高通，只是有这种指令哦，它会让使用者在写程式比较方便，比较方便。哦，我上次跟各位提到过说，为什么我们要找指令？就你有一个有一段程式，你是时常要用，哦，是时常要用，那你就把它写成，比如你这段程式你是时常要用，那这段程式是什么？比如说你要求这个，你要开根号，哦，你要做开根号，把一个数开根号，它得到什么？对不对？那你这边你的主程式是在这边，主程式在这边，啊。那所以你有时候你要去算某一个数开根号的一个问题啊，在这里你要算哦，这个就比如说三个开根号等于多少，对不对？然后你在这里你要算，然后比如五的开根号等于多少，啊，那这跟这边比如你要算这个十一的开根号等于多少。那假如你有副程式的话，你就在这边说，哎。我就呼叫这个副程式，叫这个副程式帮我算开根号，三个开根号等于多少？算完了以后，哎，我再继续往下算。然后等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去呼叫这个副程式，让他去帮我算五的开根号等于多少？好，然后在这边我又呼叫这个副程式，让他去帮我算十一的开根号。那因为这些都是开根号，对不对？这个程式嘛都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要让它开的那个数不一样，对吧？三，那这里数，这里数，好吧？那所以我只要把这个三传递给他，好，然后他就刚好讲，哎，之前是一个开根号的程式，然后把根号三算出来，他再把根号三的值。刚好像1.7多了哈，1.7，啊，他就把开出来是1.7，传回到我这个程式。所以就我这个程式，我不需要去管说，哎，这个开根号要怎么做，因为他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那没关系，因为我不是要专门做开根号的东西，所以我是要去知道说三个开根号的值怎么做。啊，所以人家。这边是怎么算的？我不需要知道，我只要知道说他会帮我把过去的根号三算出来就好。好，他说他就把根号三的值翻到来，然后他又继续往下做。好，他做到这边，他要算根号五，对，所以他又把五传给他，传给这个负责。这个负责是又算，就算他把根号五拿出来，算出来以后，他又把根号五的值。根号五也用，根号五不要用，啊，根号五啊，就把它传回去，对吧？二点多马上传回来，好，我们传到这边来。那这边来以后，他又继续算，算到他要算根号十一，他又把十一传给他。然后这个人我一开始算，这负责人一开始就是把根号十一算出来，然后他又把根号十一的值，哦，根号十一的值3.多，好，3.多，他又把它传回来。所以就这个主程式他看到的东西啊，他只说，哎呦，我要算根号三，就有人帮我算出来，对不对？好，而且只要一个指令就好，就是 JSR 这个指令就够了，他就可以把根号三帮我算出来。好，但是事实上不是 JSR 这个指令帮他算 ，JSR 只是负责人啊，跳到这边来，啊，跳到这个副程式去帮，由这个副程式把根号算。啊，然后这个根号五也是一样，这边也有一个 JSR， 啊，那跳到这个负责，把它跳到这个负责，那所以不是 JSR 把根号五算出来，而是这个负责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机制，什么机制？就是当我要算根号三，那我就把它从这边跳到这个负责，啊，所以跳，从这边往这边跳。哎，这个就是 JSR 的功能。
或者 TRA。 哦，这个跳，那我们一定要还要有一个机制，这个只是负责跳，对不对？他们要回来，他算完了，比如跟他算完了，他要回去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跳到这边，然后这么垫的，对不对？哦，这个人就去玩了，游山玩水去。但我问题是我跟他算完了，我要继续往下，对不对？所以还要再回来，回来呢，哦，所以你从哪边跳出去，你回来要跳到这个下一个指针继续走，对不对？好，那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这个，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一定要有这两个机制，对不对？一个是负责跳过去，一个是负责要回来哦。哦，就好像我们上学一样，对不对？小孩子早上七点去上学，下午要回来，五点要回来，对不对？哦，那你看小孩子为什么可以回来？那记得回家的路，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小孩子说，啊、哦，就是我们交代路要怎么走。哦，首先要回来。那对这个教父的事也是一样，你让这个主城市在这边执行哦，这个城市我们在真实，真实执行到这里，我们要让他跳到这边。啊、哦，跳到这边来以后，做完了以后，再让他再跳回来。啊、哦，所以要有这个，要有这两个，一个跳过去，一个跳回来，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两个机制以外呢，还不够。好，有了这两个机制以外还不够，为什么呢？我们每次要这样算的是不一样啊。这一次要这样算根号三，这一次要算根号五，这一次要这样算根号十一，对不对？他怎么知道你要让我要叫我算根号三还是算根号五还是根号十？这一次他只是说跳而已啊，对不对？好，一定只是回去啊，但是我怎么知道你要叫我算根号三？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三，哦，让他算的这个根号三的这个三，要传递给他。那靠什么传递？靠我们这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好，啊、哦，这个副程式你写好了以后，你就设一个约定，任何人要让我算根号的东西，那一个要我算的那个指令就要放在，比如说 R 零里面。比如说，哎，规定一定要放在 R 零里面，对不对？这是规定。你说，哎呀，我就是铁子，我就不放 R 零，不放在 R 零，我放在 R 一。那抱歉，我就把你算错了，对不对？因为我说你一定要放在 R 零啊。好，那时候我在算的时候，我就是把 R 零的值拿出来算，算下来的。因为你 R 零里面放三，那我算出来结果就是这样。你 R 零里面只要放五，那我算出来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副程式写的人，那个写的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别人，都没关系。但是他一定要规定，你看我算的东西要放在哪里？好，要放在哪里？他说你在呼叫他的时候，在做 JSR 之前，你要把这个沙子放在哪里？然后再 JSR 跳过去，这样 OK 吗？啊、哦，所以我们的输入。你那个规定说，哦，输入你要放在哪一个位置？那从里我算完了，对不对？我算完了，我是 1.7。哦，虽然我们 LC 三我不能算级数，但是你现在的 PG 都可以算。哦，比如算出来 1.7， 那你要把 1.7 传回去给这个人，对不对？哦，那怎么传？一样，套个底。所以啊，我规定 R 一。啊，算完了结果放在 R 一。对，那这样是不是建立起该有的机制都建立起来？怎么样跳过去？怎么样回来？对不对？然后你要把值传回来给我算，传到这边来给我算，你要放在哪？好，然后呢，我算完了以后的结果我要放在哪里？我都不一定了啊。所以刚回来的时候，你就这个主程式，他就知道说，哦，那个跟他算的值放在，结果我放在 R 一。那就从 R 一就去抓，接到抓，这样 OK 吗？所以你看，我们副程式的机制，哦，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哦，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像什么 C 啊、C 加加所谓的 pointer 啊那些，哦，那我们要这样搞，那个等到下节课就可以了。我们先介绍很简单的原理，基本上就是这样。哦，其他比较复杂的那个只是把这个机制再稍微复杂化而已。
所以他的眼里就是这样。好，这样 OK 吗？啊，所以这一个是 JS 啊，那 TRAP 也是 ，TRAP 也是啊。你下了一个 TRAP， 它自动的跳到这里来，跳到那个系统固程师，然后开始执行。执行完了以后的结果呢，它把它放在某一个地方。哦，那通常我们的系统工程师都不是在计算用，都是在做输入数据，对不对？哦，比如说你从 keyboard 啊要输入一个指令啊，啊一个键进来，那所以它是当输入用。所以通常我们的这个 keyboard 的工程师是用 TRAP 写的，因为它是系统，所以通常那个电脑的厂商会提供这种。但是它一样会规定，说我这个 keyboard 啊，当你呼叫我这个负责机，那 我把 keyboard 打进来那个纸放在哪里？啊，像我们这本书，一律都放在 R 点这个位置。所以当你去 TRAP 去呼叫这一个 keyboard 的驱动程式，啊，或者负责机的时候，一回来，这个驱动程式做完回来。那一个 keyboard 导进来的那一个字眼，就是在 R 里，所以你接下来是从 R 里面把那个组装出来，哎，这就是键盘出现的东西。好，那只要你现在要送一个字眼到 monitor 上面，对不对？到荧光幕上面，那这荧光幕是一个输出啊，对不对？那输出系统也把它写成一个系统工程，啊，系统工程。所以你也是一样的 DRAP 啊，就跳到这一个副程式，只是这个副程式是荧光幕的输出驱动程式啊，那它一样会规定你要我印出来的送到荧光幕上面的字眼要放在哪里，那我们这本书也是规定你必须放在 R 里啊，换句话说你把它放在 R 里以后，你再跳到这个荧光幕的输出负责器或者荧光幕的系统，那荧光幕呢跳到这边来以后，它就执行，它就假设你要我输出的这个值是 R， 所以它就把它一个值拿出去，对不对？啊，假如你说我就是不要给你放 R， 那抱歉，那我就是放错，我就输出来的东西就错，对不对？啊，比如说你说你要放在 R 里面放一个 A。结果呢？它印出来，它不是用从 R 印到这，它是从 R 点吗？对不对？他说你 R 点里面给它放了一个井号，就它这边突然给你放，打开井号数，而不是你要的 A 的数，对不对？因为你放错地方，你应该把 A 放在 R 点，结果你没有，你放在 R 点，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做什么？不成事跟人之间的。通讯形式，好，我们要协定好，啊，你要我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你要放在哪里？那我就去那边抓，我们这事先都讲好，这样，那这样速度才会快，啊，那这样，所以电脑通常它的做的这个通讯协定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简单的话速度会比较快，啊，那像我们一般的，比如说你送 email 然后跟别人做联络，好，网络的通讯协定就比较简单。它的速度比较快，它也许你可以先跟对方沟通，哎，我这个东西要放在哪里，对不对？先告诉你，哎，我这个东西要放在哪里，然后你去那边说，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不是事先要跟大家在，说不定你说，哎，我放在哪里？对方说，我不要，对不对？你放在那边我不要，那糟糕，又要，好，那我们再看看要放在哪里，所以要事先先沟通一下，对不对？好，你看我们几个例子，假如啊，我们现在女生比较少，对不对？啊，男生会，我们尊重女生。比如说，这个房间的，对，我记住了。哦，我记住它是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个导师，他叫导师，我关上一下。没有，哎，这是，他们两个就刚好差一个字啊。啊，比如说他跟他男朋友约，对不对？每个礼拜六，对咯。哦，每个礼拜六，哦，他都要跟他男朋友通一次信，啊，写一封信。那他跟他男朋友，他就跟他男朋友约好，
好，我们这封信呢，就是放在这个我们这个流动宿舍还是什么宿舍啊？流动宿舍这个右边窗户的那个用玻璃压的那个地方，好，所以他们是这样，好。他说那个男朋友每次就走啊，每次只要到那个窗户那边，然后就走，对不对？啊，非常这个速度非常有效率，他不需要去找，到底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都不需要，对不对？啊，那这个速度很快，但是呢很固定，就是你没有办法换，对不对？他的速度很快，那假如换另外一个方式，黄金楼每次都跟他的男朋友要。放那个情书之前，说某某某啊，我不能讲了，不能说杨先生了，我说不定你的老板有不信了。啊，某某，我这一次放在那个餐厅老板那边好不好？对不对？老板怎么有人？比如那这不行啊。对，万一老板给我打开偷看呢？对不对？啊，到后来你永远就被抢，变成餐厅老板。哦，餐厅老板，那老板说不行，好，你要换个地方。哎，他说啊，好了。那我们放在这个什么？糟糕了，放在那个流动的福利社老板娘那边，对不对？那老板娘是女的，没关系的啊。好，那老板说，哎呀，这样不好了，因为他这每次都八点才开，对不对？那我万一六点我就想看你写的信呢，那等到八点，然后等两个小时受不了，啊？我是不是啊？应该哎，对。啊，所以他们说，啊，那不然宿舍阿姨那边好，对不对？他是24个小时，那个 7-11，啊，他是这个，他男朋友说，好，这样，对，你看，这个协商的协商方式，对不对？啊，这个假如是他是指定的地点的话，搞不好已经拿走了好几封信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你像协商就要花很多时间在那协商，啊，所以通常。那个通信就是最容易，你知道流快，效率要高，那么就比较没有可能。啊，假如事先说在哪里就在哪里干，好，那你假如要弹性大，那就花时间，大家在那边做，你就要偏些过程，所以那通常在电脑 CPU 里面，通常那种协商不是。刚刚那个黄金总的那个第二通常是第一，但是速度很快。哦，那讲好了在哪里？啊，不能更改，不更改就错。啊，只要有一方不遵守那个协定，那结果就是错。所以为什么说你在写程式或什么之前，你要去那个看一看那个使用的说明书？好，或者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扫图片，对不对？这个副程式，这些副程式呢，你在使用之前，你也都要先去看一下。好，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字叫 library 图书馆？我们学校图书馆，我们先，假如写电脑程式 library 不是指的是学校图书馆，写的是那种人家写好的副程式，那你可以去用，所以他就把副程式集中在一堆。比如说有开根号、开三次方，然后解联立方程式，然后高斯消去法那种，它都写成一个一个副程式。好，那你要用，你只要去注掉那个副程式。但是呢，你要用那个副程式，你要先去看一看人家写的那个副程式的人规定说，你在用这个副程式的时候，你输入应该是什么？然后输入的格式应该是什么？应该有哪几个输入？对不对？然后输进去的顺序应该是什么？然后输出的格式是什么？它绝对都有规定。啊，你假如说我管你的，对不对？包括那个名字哦，它定掉那个副程式的名字，副程式的名字，它这里就定好。比如它定说 sqrt， 哦，是让你做开根号的副程式，所以你要呼叫它，你要 sqrt， 就你说我不要，对不对？我要 sprt， 啊，那电脑就说我找不到 sprt。这个副程式，对不对？因为人家写名字是取 SQRT， 你说我就是不要，我要 SPRT， 你懂吗？
好，就包括这些东西都要核对。你跟那个写副程式的那个之间的协定，哦，虽然你没有理由说不，但至少他已经告诉你，你要来用我这个副程式的时候，你要遵守哪些协定。那你一定要遵守，你不遵守的话，那你就不要用。啊，所以这个就是协定。啊，好，所以我们这边的手机，不管是 DRAB 或者是 DSR， 啊，你的副程式一定要有这四个基本的要素，一个就是怎么样跳，一个就是怎么样回来，一个就是说我要怎么样送资料给他去送，一个就是他算出来结果怎么样传回来。哦，这四个基本的知识，啊，一定要有。好，那有了这个以后呢，啊，下来就比较简单了。好，我们先从手组件开始翻，再回来看第二。好，手组件是怎样？就是你使用的固体系统，不是系统提供给你。好，比如说你在写程式，那么你希望说，哦，这边写一写我的，写我的主程式，然后我再写一个副程式来呼叫，是吧？啊，这些怎么写？我叫我们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就叫做使用者的副程式。那使用者的副程式，你要用 JSR 去跳，从你这边啊呼叫到这里，跳到这个副程式来写。所以我们基本上要用 JSR 或者 JSRR。好，好。那 JSR 跟 JSRR 的它的那个 instruction 长得就是这样，0100是它的那个货币 code。好，然后一第十一个 bit， 假如是一的话，代表你要跳到哪里去？跳到 PC。Program Counter 再加上这个后面的十一个变成的 PC， 好，那当然你再把这个 PC Offset 十一跟这个 PC Program Counter 加起来之前，你要先把这十一个变扩充变成十六个变，对不对？就做商业的生意，好，所以啊，假如这个第十个变的是一，那代表这是一个负的。只要它是零，代表一个正的，所以它是往后推的。好，那假如这个是一直在往后，然后前面跳，往后面跳，所以这是往前，对吧？啊，跟我们的 LD 啊、SD 啊那些完全是一样。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做。它基本上就是跳而已。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 JSR 的一个商品在这边，然后这个前面白的部分就是0100。0100这五个 bit 是0100。好，那我这里创建呢，当我在执行这里创建，它怎么执行？它就把后面的这十一个 bit 抓出来，经过商业的分析，这边十六个 bit， 这十六个 bit 跟 PC 啊，哎，跟 PC 加起来，我就是要跳到这里。但是我跳过去要再回来嘛，对不对？那回来的那个位置在哪里？回来的位置是原来在 PC 里面，对不对？我们说 PC， 当我在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 ，PC 它是已经交过一点，对不对？就是指的是我下一个指令可以，所以我在把这个加出来的结果放进去 PC 之前，我要把原来这个 PC 的这个位置存在 R7 里面，所以这个 R7 是有特殊的用。好，它一定是放在 R7 里面，所以先把 PC， 也就是我要跳回来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先把它放在 R7 里面，然后我再把这个11个 bit， 这其实是平行在做，好，我们画123，其实它是硬底平行在处理，好，这个地方把它放进去 R7， 这个地方同时做，这里变成11个 bit 变成16个 bit， 然后就再跟这一个相加。加出来的结果，我加完了以后，这个值已经被存在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把这个结果放进去 PC。好，那这时候下一个执行的指令是不是就是这个位置知道的？对不对？
那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就是这个护城河的位置。好，所以你看，我经过了这一招，我就啊，哦，你就跳过来，下一个走就是这个，这样 OK 吗？好，所以这个很非常简单，事实上跟我们的那个 BR 啊，哦 ，branch 里面的指令是很像啊，只是多了一步动作，你要把这个 PC 的图存起来。存在 RT 里面，为什么要存起来？因为等一下 RET 要用，等一下你再可以从地址跳到下一个地址。好，所以就是这些招。那我们再看看，先不要看这些招，你先看。RET 就很简单，它是怎么样？它是把这一个 R7， 我们刚刚是把下一个指令要回来那个位置放到 R7 去，所以 RET 呢，它就把 R7 的东西放到 PC 啊，因为我们之前把 PC 的指令存在 R7， 对不对？那说 RET 的动作呢，它是怎样？它就把R7 里面的东西把它放到 PC， 它就没事了，这样就完了。所以它连图都不敢放。好，那很简单，就把 R7 的图放到这一个 PC。那 R7 是刚刚是这一个 JSR 的下一个这个指令的下一个位置，对。那说你把这个 R7 里面的东西放回来，是不是它下一个指令就是这个 JSR 下一个？对。啊，就这样子。好，那 JSR 这个我们用 JSR 做有一个问题，就跟我们用 LD 做的有一个问题一样，就是你能够跳的距离要在这个之间，换句话说，一定在二的十次方减一到负的二的十次方之间，对不对？你这个必须要最准的这么大。好，换句话说，这个整数线。距离我这里不能大于二的十次方减一，二的十次方就是1.24，你不能超过1.28，距离不能超过1.24，然后你不能在我前面超过负1.24，超过的话就撞不到，可能跳不到，对不对？啊，因为它这个这里就是十次，然后这11个边是有正负。好，那假如你说，哎呀，那我这个之间距离超过那么长的话，那就用这一种。那这些时候它一个特点就是第11个边这里，所以那时候侦测到啊，这个边的是0，他就知道你用的是这些R2的指令。那这些是R2的指令，你要跳，你要这个闪光片的位置在哪里？就在这个 base 位置。所以我这个 base 位置是678，假如我写是101，哦，那就是你要跳到哪里去？跳到 R5 里面放的那个位置，好，那个位置就是你要跳的位置，行 OK 吗？所以很简单。好，当然你还是要先把 PC 存起，对不对？那就要说这时候就是 JSR， 好，然后你要先把 PC 存在 R7 一样，存在 R7， 存完了以后再把 base 比如 R5， 这 R5 里面的资料。放进去 PC， 来，那下一次执行的指令是不是从这里面的这个位置？啊，比如这个位置是3058，这里面放3058 X 3058，那下一个指令就是从这个3058发出来，那 X 3058就是这个负程式的起始位置，了解吗？所以你看，你可以跳过，跳进去，好。那这个你就可以跳，这个你要跳到哪里去？就是二的16次方，你就跳到中位点。好，跳到二的16次方。好，但是你假如说 K 的话就不行，你只能跳到11个 K 的方，那这个就是16个 K 的方。这样，那像现在有些电脑比较大的，32个 K， 就可以跳到36个 K 的方。啊，这就是用 JSR 跟 JSR 不一样的地方，就它能够跳的范围
好，注意掉。那你脚用这一招啊，就是你要跳的那个不成熟的位置，就在这个背水的时候，所以你不用再加了，也不用再减，啊，跟 BC 就没有关系，好吗？啊，你再把 BC 存起来，然后这个东西直接灌到 BC。在这里只要用 JSR 的话，它跟 PC 就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它把 PC 跟你这一个十一个片的直交，对，好，那所以它要跳的位置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有关系，对不对？是你要算出来的这个位置是这个。好，那但是 JSR 跟 PC 没有关系，你跳出来的跳出来就是这里面的，这里面的值跟 PC 没有关系。跟原来 PC 里面的值面，这样 OK 吗？啊，所以这一招啊叫做 offset， 就它跟 PC 的距离相对距离有关系。那这一个呢，这一招啊就没有关系。啊，所以不管是这一招啊，这一招跳过去回来还是用 RPG。那你这一招啊跳过来，再回来就用 RPG。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回来的位置还是在 RPG。哦，所以碰到 RET， 那就把 RET 里面的值碰到 PC， 然后就没事。下一个指令出来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介绍 JSR 跟 JSR。好，那 JSR 呢，它的指令跟 JSR 是叫 OP Code 和减一样，都是连一连，差别只是差在第十一个位置，一就代表 JSR， 两就代表 JSR。啊，然后假如是这边是一，那后面十一个 bit 就是 PC 的值。假如这里是零，那只把六七八这三个 bit 抓出来，看它是哪一个 bit。好，那其他的 bit 都没有用，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介绍第二个 bit。